我是有啊。真的啦？假的？做完运动休息一下，没关系啊。你会瘦哦。真的会喘呢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你就要多多参加这种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牌。大家好，我是百威。今天呢，运动女孩疯掉侠邀请我们来参加 PK 赛。参加人员呢，金牌，你的厨师阿胜、阿哲，你想要跟谁对？这事情不要问我啦。为什么？这种事是挖陷阱给自己。你是怎样啦？挖陷阱给自己跳。你是上，小心一点啦。阿胜，他欺负我。他刚在那边打我，推我去那个火炉。啊，你哪内啦？小老弟，他们等一下就会抽签，中间放枪的会有惩罚，最后比支数，两边加总数量差距，差几支喝几瓶多多。我跟小雨是啊，没关系啊，玩就好。他就去把阿哲吊拉回去。那我今天用的吊组呢，虾干是这支 LS 的赤盛斩音波，很精致。那如果你有买金牌天品的话，14号的斩音波加一个小木影就可以背得起来了，或是16号直背。我们今天是跟阿森一组背，我们要赢，输了就难看了嘛。我们今天用的虾饵是金牌百味的牛肉虾饵。现在是要去开单了，好有钱哦。来啦，不要客气呀、啊。我自己有啦。放枪！放枪了。第一是仰卧起坐20个。19、20号。好，来。小心哦，那个沉下去，拉起来放枪就会要运动。小心哦。哇，大只大只！啊，又中了！哇，小心哦！这个杆子真的是神杆哦！恋爱了，啊！放枪！放枪了！放枪了！好，青蛙跳。你会瘦哦。真的会喘呢。我跟你讲，你就要多多参加这种游戏。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就拉起来，然后你又那样？勾住之后，你这样子硬把它拉起来，钩子就会跟那个下肢之间这样分开了。这一场太认真了啦！加油加油！你知道什么地方会有这个娃娃机啊？不是那个弹珠台。又是青蛙跳，我走来走去也很累。哦，安生，啊，终于到，自己去报道啊。波比跳 ，OK 了，我们回家。好，这个活动不错。真的，要滚再开。哇！你故意的吧？没有没有，你脚软，当时哇啦！不会，狐狸你剩5下。哎，我是有了。真的啦？假的？做完运动休息一下，没关系啊。你再一次。哇，那个超难呢！踩住踩住哦！19，我们刚做那么多，先休息一下。对，现在友号先不要打。对，给阿胜去处理一下。好。哦。
哦，吓死了！放枪了！哦耶！你太近了啦，这样卡到我的动线了。不起来，我帮你解好。不然你帮我做好了。我怎么帮你做？可以啊，我去打一个。如果太难，我不做。啊，可恶！波比跳，波比跳。累吗？这个还好哎，最累的是那个仰卧起坐，我腿比较可以。你肚子不行。肚子不行。你平常跑步累吗？这个不要累。哇！大哥，大。是死的吧？哦，还活着。我的，我的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啦，应该有十下吧，我随便，我随便算。六，哦，算时间。走直线，走直线，来走。走走走回去。要死下去了，对，你要死掉下去了，掉，捞虾，捞虾。捞掉了，捞钥匙了，好，捞起来都捞。OK 啦，救援成功了，谢谢。卡在上面，好，卡在上面。OK。腹肌好，好酸哦。哦，原地转十圈，好像喝酒，是不是很晕？哇，你阿伟哦，不要啦，不要，那个抓虾是不是死啊？统计今天的比数，一、二、七、八、三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十六只，七，十八，十六加十八，三四，哇！哇，太好！十六，来阿泽，哦，二四，二五，二六，啊！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我们等一下要接受惩罚了。你不止放枪多，你还都不拉。没有，因为你一下叫我那个不拉，然后一下爱乱跑，然后你的镜头放前面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来，金牌，金牌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好赞！啊！破百了，记得订阅精彩百万。